大美国秀今日来了一阵日本朋友，校方特别安排泰国音乐也个电音三太子演出来迎接这阵人客。因为当然，胡伦社甲日本、韩国将胡伦社是姊妹社，而且拢是来自农业乡镇，因此双方的活动是真密切。对此，台南胡伦社社长廖明宗表示，这边日本来参访，除了促进双方的友谊以外，也希望会当给咱的小朋友有更加快的眼界。大埔国小活动中心相当热闹，同时出现了台湾的国旗和日本的国旗，因为日本朋友今日要来参访。台南胡伦社和日本的函学港胡伦社是姊妹社，而且有很好互动交流。今年胡伦的囡仔有去日本，现在是日本的囡仔来到台湾。台湾去呢，とて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。在来台湾之前呢，非常的期待。私が台湾に来る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のは、去年私の学校に台湾から留学生の子が来たことです。为什么我会来台湾呢？就是上次呢，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到我们的高中来留学。刚才我们那个大总优越小姐呢，她所讲的是，我们函和江是一个小城市，函和江大概人口也是40,000多人口，主要是樱桃的生产地。那我们来这里来访问的时候，就是福伦社的那个交换留学生的目的，来我们到斗南。大埔国小迎接这群朋友，特别安排了泰国昆明啊和台湾三太子演出，同时进行一场友谊赛，和双方的小朋友拍破成熟，算作会。韩流江昆明吼，姊妹社吼，含阮长期以来一贯的吼，一个长期的交流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要一直咧延续讲阮。两家一直来迄个精神，嘛要促进讲我们两社吼，即、這个第二代的小朋友吼，互相的交流。这边日本来朋友大人囡仔总共有14个人，在去伫个台南胡伦社长廖明宗的带领之下，总统馆府拜访馆长，出来这几天，这日本朋友将会伫个寄宿家庭体验真实的台湾生活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